是多从这个那边过来，到那边从那边过来。我觉得背后的字太多了。这样就不会往后滑出来了。
不会绑在后面绳子里面啊，对不对？要再做一次吗？就是印度迈克尔杰克逊，然后试一下。对，那王选手已经掌控这个比赛，大概超过五分钟。还不错啊。三分钟。我们现在看到，自从毒物攻击发出之后，古罗特选手一直处于一面倒。然后我忘了选手只是一个稍微有点变形的 SPF。不过稍微离身有点近。然后现在只是碰上只会出现所有的东西。啊，口气没有吗？凌空飞踢，接下来绝杀，距离不够，距离不够。魔兽之刃，哈哈，高级的闪耀，闪耀，这种闪耀全部中击啊！是香菇 S。新招啊！哦，现在难道使出北斗元豹吗？我这边有竹子、龙老师的继续的进攻，开始用 Grandmaster 成功。现在在播报台这边看着魔咒选手的身上还有残留刚刚的绿色部分粉红泡沫。好，使出欧女根子，也有稍微有点变形的女根子。是不是要结束这比赛？只觉得连续的七级，七级，把七级稍微做这样子结束吗？阿磊是个总裁。跟胜负的最大的一个重点就在于对方的进步触地三秒，如果没有，如果让对方触地三秒的话，基本上就算是自己的胜负。摔跤手都两秒。我现在看起来体力不支啊。我现在看到踢起来踢。哦，那个轮回是一个有点重量级的轮回。轮回。啊还是两秒，这轮回可以对啊对啊，没错，这种开出的风格，哦，好大声的场景，哦，第十年，好的，龙龙，哎呦，哦，好的，是摄影师为什么观众面吗？摄影师，好的，是飞空气了吗？这么快就是飞空气了吗？是怎么样的决战结束这场比赛？角度不太好。应该我看到多爆台，多放的观众，嘴巴张得跟榴莲一样大。还是两秒。看电视摔下去，我拍照。然后大家使出原子弹，不是？蓝色闪电。蓝色。这是怎么？等一下，谁？龙卷风炸弹摔，没想到我们的魔咒选手站在裁判在地上休息的时候，趁机攻击魔咒选手。胜利，三比零。我这场比赛是由我们的魔咒选手获得胜利，绿巨人合作。这可能，这个还不错，好可怜哦，好可怜哦，就是友善的
没办法。我就想管那个，对，有还有还有还有。再换，再换给人啊！没有，我刚刚那个，那已经退场了。刚刚好，刚刚好看，可是还没有好看到这个人，看起来怎么样？做了和田跟成功的。哦，成功一定不要再打。对对。因为第一场比赛的时候造成的绳索有些问题，我们调整之后将继续为观众带来我们第二场 TWT 的摔跤比赛。